下跪何人？青城山下白素贞，叩见大士。你有何心愿要求于我？大士容禀。青城山下白素贞，洞中千年修此身。善哉善哉，难得你有这一片皈依三宝的诚心，只是你尘缘未了，又如何能白日飞升呢？弟子此心一定，众念皆集，任何尘缘都愿割弃。尘缘可弃，恩情难忘，你尚欠人间一桩深情，难道就不思图报了吗？弟子也知道报恩之道，只是已经事隔千年，茫茫人海又如何报法呢？善哉善哉。三月三日是清明，清明时节雨纷纷，求大师，天机不可泄露，你自求多福吧。若有苦难之时，再来寻我。